是荆棘连天又删去，就算煎饼果子被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卖是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剪下谁甘离，如今当街已无完人比，随便下一周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梦想白马是荆棘连篇又散去，就算煎饼果子配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来世当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剪下谁甘离，如今当街已无完人敌，随他下一周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乱叫什么？这是在哪儿？老大，你轻点儿。蒋北呢？小爷我在这儿呢。几位昨晚睡得香吗？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哥本来说把你们都解决了，但本少我心地善良，还是觉得算了。我觉得还是让你们被吃了比较好。这鸡马上就能烤完了。老大，这些人不会是草原来的食人族吧？闭嘴！还有夏梅，别哒哒哒的叫了。我没有说话呀，老大，是你吧？江北，你别吓他们了。毒物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我们时间不多了。鸡也没有用，想穿过毒区，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办法。原来是吓我们的。也不全是，其实是在拿你们钓鱼哦。钓谁？当然是钓洞里的大蛇呀。怎么又缩进去了？不管了，杨小薇给他们插上。这是什么？你们要干嘛？这是蛇莓，听说是蛇最喜欢的东西。来了来了，真被钓出来了。这法子真的可行吗？先不谈用魔弓操纵巨蛇，我们真的能躲进蛇肚子穿过毒雾？你永远可以相信江北。算了，姨母说过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不要，别！请求集合，5、4、3、2、1。金过急。吴小姐，正是这人将我们骗来此处，恐怕我们今天想要离开，少不得一番纠缠。燕兰小姐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咱们还能怕了他不成？难道父亲正如侯燕兰所说，别有图谋？不行，得赶紧去找江北他们。我知道了，我和涵涵这就离开。小姐慢走。还不快追！是。
小姐，江北说过我只是个葵花宝宝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带我们出去。闭嘴，我想想。这是爹的后院，下人不会随便进来，就怕万一总管。对了，爹的后院，我好几次见爹走进了这后院，但进来找他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着。那就是说吴伯父可能在这儿设了什么秘密通道。就是这么个道理。那还等什么，我们赶紧找找。这灯柱里面也没有放蜡烛，那该如何点亮呢？难道真在这儿？还是本小姐机灵。姐姐，之前那股令人厌恶的力量正从传送阵中传来。难道我爹真在背地里做些什么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进去就能知晓答案了。我的事事如意锦鲤鞋也指向这个阵，去这里准没错。这是一座宫殿。测试，测试，测试，测。弟弟，没事吧？你不才说什么你科波二贼六？哥，你别急，新车上路还没适应挂挡。吞天魔功，怎么样？我当年在驾校可是人送外号飘逸界小王子，秋名山唯一指定车神。不愧是弟弟。你们俩这是怎么做到正常对话的？不用理解，只需意会。用弟弟的话说，就是站在后面喊六六六就行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前面就是毒物了。我想回家。放心，我的贪吃蛇计划万无一失，进入毒区了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，大哥，把我这边的法印调强一点，压到了，被我也压到了。上上下下，左右左右。打得漂亮，我们这不就越过毒区了。弟弟，我们怎么出去？那当然是你们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冥顽不灵，陆仙阵。行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也许你能把七界的局势搅浑。